京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。京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西元2000年8月，以专业高亮度 LCD 背光切入市场，与世界接轨。在专业市场需求下，京达凭借着 Advanced Brightness Technology 高亮度背光技术，推出一系列亮度高达800至2200 nits 的户外专用显示器，在户外强光下依旧清晰。产品应用在数位看板、公车广告、提款机、公共资讯机、户外电视墙、航海用显示器、军用显示器等领域，深受海内外专业领域厂商一致认同。为展开全球化经营策略，我们将经销商据点布局全球。目前产品已销售5大洲60国，并且确实掌握高亮度面板利基市场，持续开拓各领域应用市场，创新研发技术，创造傲人的销售成绩。随着数位化的蓬勃发展， LCD 显示器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荣景，创造高亮度显示器产品的销售机会。京达光电持续研发专利技术，掌握高亮度背光模组与显示器之利基市场，成为高亮度面板界的先驱。依照客户需求，量身定做客制化解决方案，与客户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，提供客户解决方案，为客户创造竞争力，多年来深受全球客户信赖。京达光电重视研发核心技术，秉持技术创新、品质卓越，以核心技术为强力后盾，发展出机构设计与电子专业技术，与经济部研究单位合作，不断创新研发产品，进而提升产品价值与竞争力，巩固 LCD 显示器产业地位。我们掌握高亮技术、宽温防水、低耗功率、散热技术、荧幕切割5大技术，并且具备少量多样之生产能力，以满足不同客户之各种需求，成功发展高弹性、客制化、差异化之产品研发策略。京达光电提倡环保绿能政策，导入环保专业制程，拥有完整的生产线，成功开发省电环保专业面板，并且全面使用 LED 背光，省电节能，寿命长，可减少地球的污染，达成环保绿能政策。追求品质卓越，通过 ISO 9001、ISO 14001、ISO 13485、IEC 60945国际认证，产品符合 ROSE 及 WEEE 规范，并通过 CE、FCC、BV 等品质认证。生产区的无尘室落实 5S 运动，可创造高品质产品。2003年 ，Advanced Brightness Technology 产品荣获 Eurotrade CBIT 2003 Best of Taiwan Best Awards 奖。2006年 ，DuraPixel 产品荣获 Eurotrade 2006 Best of Taiwan Best Awards 奖。2007年，杰出资讯应用产品奖。2010年荣获经济部第13届小巨人奖，以及经济部技术处科专优良成果表扬，是我们最大的肯定与荣耀。京达光电专注于高亮度液晶面板研发，使用 LED 背光液晶荧幕，6.5寸至60寸完整的产品线尺寸，应用范围已从笔记型电脑、显示器拓展到船用、医疗、军用、提款机、博弈机、电视墙、公共资讯机、加油机、数位广告等各式工业产业应用。 Span Pixel 超宽屏荧幕6寸至38寸，将可取代传统 LED 数位看板运用。
未来持续研发更大尺寸，扩大应用范围，多功能医疗用面板，可搭配云端看护系统，将是未来主力产品。完整的数位看板产品线 ，All in One 薄边设计，内建 Media Player 或 PC， 产品界面使用简单，操作容易，适用于机场、购物中心、医院等多种场所。金砖高亮度无边缝 LCD 电视墙模组，组装容易，可任意拼接，且可近距离观赏，挑战视觉观感。Nuff Pixel 面板及系统，在强烈阳光下清晰可见，防水、宽温、稳定、坚固等特色，是船舶专用显示器最佳选择。RockCore 强固型无风扇嵌入式控制器，采用最先进的处理器，使用纳米涂布铝脊合金外壳，强固耐用，可堆叠扩充机构设计，输入电压9至36伏特，外观流线尺寸轻薄，提供可靠的功能，以低功耗、丰富的 IO 功能和灵活的工业设计，适用于各种工业产业运用。京达自行研发量产关键组件，以技术领先同业，保证长期稳定供货，可满足工业需求。而随着新产品线不断的研发，京达光电从高亮度显示器提供者转型为工业解决方案的合作伙伴，多面向的产品应用为公司带来稳定的收入及获利，也为股东、客户、员工、供应商创造最佳经营价值。员工是企业营运最重要的伙伴，我们主张人性化管理，提供具竞争力的多元化教育训练与制度，员工福利以及安全工作环境，让员工享受工作，挑战自我，共同成长，提升企业竞争优势。京达光电重视品牌行销策略，已参与全球展会，补助全球经销商在地参展，网络行销、关键字行销、刊登专业广告等方式，积极创造独特品牌形象，使京达光电成功拥抱全球行销版图。既以独特的整合性技术研发与客制化服务设计，以巩固产业的领先地位，同时掌控产业脉动，使京达光电成为产业先驱者。京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，您最佳工业解决方案的合作伙伴。